做这个东西就是有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木头，我平常就是比较做比较小型的东西啊，看到里面有空心的木头，然后过来就因为我们早期那个储物桶是比较小型的，比较小型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使用的，使用里面的比较带一点的储物桶啊，里面因为我们早期云做面的东西就是台风台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那个粮食都放在里面啊，还没有办法出去就拿出来煮。我们这个啊，我刻这个是百步石，就是保护它的那个财产，就是守护它那个财产就对了。还有空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云做面的小孩，现在的小孩子就这样子。比较没有说比较认真做我们传统的一些图腾啊，这样子我是怕会它会消失，这样子我们再刻一些这样的图腾，以后就可以看到给下一代的那个小朋友是这样子。